过去的一年中，南方沿海城市迎来了不下百次的暴雨天气。每一次雨水的冲刷，都会掀翻一定数量的下水井。在复杂的积水环境中，行人稍不注意便会跳入这无底的黑洞，造成生命危险。而这一切都将因为我们全新的下水井灌溉系统而得到改变。当下水井被掀翻后，得是装置自动弹出浮在水面，起到警示电源。行人规避后，可以拿出手机进行报账。点击地图，进入11888下水井系统报账平台，开始报账。在确认事故下水井位置、编号等情况后，输入手机号码进行验证身份，即可报账成功。有了这个报账系统后，即使夜晚遇到问题也不怕。比如说，在车灯照耀下，警示装置遭遇强烈打光和警示车主规避危险。根据装置上的平台信息，车主可以直接拨打11888进行报账。报账结束后，您可以登录系统平台查看我的报账，报账信息经过云端传送到直属部门，再由直属部门判断后送至电台、手机以及维修团队处，这样信息完成了快速准确的传递，后来的行人只需要根据信息提示进行规避，维修团队将会接受查询，提前装警戒与警示装置。维修结束后，您可以再次登录11888系统平台，也可以授权微信登录查看完整的报账流程。这就是我们的下水井报账系统。